在北京是我就这儿的人。是啊，我在王府井门口有个天伦王朝饭店。哦，这我原来就住这儿。哦，二环那最后来那是以蒋经国孙媳妇的名义签字批的那块地皮。那条街原来叫八面槽啊，往北叫王府大街，这条街叫灯市口，这么叫它的。是，现在都改名，你都不认识。是，灯市口西街叫奶子铺，现在叫灯市口西街，外人哪知道？在他八王府大街，王府大王府井大街，那叫王府大街也改为北，也改王府井了。八面头也没了。我想问您一下，您看这他怎么叫奶子府啊？他是干嘛的以前啊？奶子府什么？他怎么叫奶子府？为什么叫奶子府？奶皇上的哦，这么一个大府，平时都封着门。哦，皇上的奶妈住的那地儿，哦、这么着。然后咱这就叫奶子府。哎，对，一进口路北了，你棚子里头大圈了，奶子府。哦。后来就给拆了，拆了盖大楼了，都没了。奶子府，后来就改灯市口西街。是，您要不说，哎，好，您要不说，哎，保重身体啊。您要不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说这名怎么叫奶子府，有点怪，感觉是，感觉大爷说实在难。八面槽好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那么一段，就十字路口到灯市口，就那么一点路，那几步道就是。啊，立生广播立生体育用品社啊，那叫什么？西乐胡同。西乐胡同里边还有个大院，那时候就是大院。嘿，您讲的真棒。东城区王府井东城区，这是北京市最富的地儿。是啊，灯市口再往东，嗯，到那个小街里西。这是北京市最富的小街子以东，就不行了，就是北京站啊，北京站一直往北，嗯，路西了就贵，往东这就差劲儿。哎呦，都是四合院，嗯，一排排每一边都是四合院。嘿，到了东四，东四到北人桥12条，都是四合院都富。西城到哪儿富啊？就是西单。啊，就那么一段儿，就一段儿那边是。那时候西单不行，这是原来东单西单没有路，胡同儿，没错。到东单啊，往东边就是胡同儿，比方这是大街吧，这一条胡同儿，这儿。后来又为了修了这一直修到建国门，就把胡同儿都拆了。没错，大爷，这建国门啊，解放街没有。哦。复兴门、建国门，北京市没有。嗯，啊，原来是豁子，就是部队啊，为了方便拆豁口。哦，没有这两门，解放后添的这两门。嗯，崇文门不叫崇文门，叫哈达门。啊，是，这是听说。朝阳门叫齐货门，齐货门，哈达门香烟就是崇文门。对，北京市就这俩名改了。嗯。啊，还有这建国门、复兴门是那是解放后的门，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建国门、建国监视期的，这哪有建国门的那会儿？建国门，他到东单就过不去了，就胡同里、小胡同里，哪有建国门的这一说？那也真是，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真是没有。对。